是几个月的事情，妈妈可以听见你的消息，也曾期待你的回信传递，躲在被窝独自哭泣。然而可能的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以为你只是在生气，等着等着我就哭醒，然后发现窗外下着雨，我等着天晴，等雨停，就是决定不再等着你，我等着自己忘记你，等到可以再想你的时候，不要相信你，不要忘记。完了。哎呦，早上不要唱了，谢谢大家。